大哥刚刚种花了，真的吗？真的？什么时候啊？刚刚嘛，我们家小可爱的没报告呀，晚上不给他充电了。欢迎超市哥。哥没事，哥，哥没事，哥唱首歌。记得一定要把那个真爱团的任务过一过啊，一定要过一过。好嘞，机器来喽。来了。
没有点集结的兄弟们可以把下方的集结点一点。欢迎没事哥，抱一下没事哥，没事哥晚上好。你知道吗？自从你来到我的直播间，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你就别笑。下方集结任务过一过，就是这个样子嘛，我就是实话实说嘛，你们笑啥？真是的，笑得我都不会了，哎，头痛。丫头记忆力好。你知道吗？前世五百年前，我们有个一面之缘。可能你不记得我了，但是我印象老深刻了。下方集结没过的兄弟们可以过一过我们下方的集结，有的好多这个小伙伴们没有开通的哈，没有开通的记得把下方的召唤过一过，召唤一定要过一过才可以啊。召唤没有开通的两个点点中间有个什么呢，点击两个黄色，而且有四个字叫真爱召集四个字，一点如果你有外币的话就可以直接开通了。如果说你用的话，你真能，你就得自己那个啥了，就得自己充个一块钱 YYB 才能那个啥了。你别把人家吓跑，不会的师傅。我看大哥种了好多鱼呢，马上就种花了，不能吓跑，不能吓跑。幺儿种鱼了，真的吗？我家乔姑娘中了吗？嘿，没事，大哥你慢慢抽奖，我们家的鱼啊花呀特别特别的多。欢迎星空哥，欢迎数字哥，欢迎兄弟们回家 ，hello hello， 谢谢我何哥。我的真爱到期了吗？飞黄腾达哥，你真爱到期了，你可以再开一个，已经13个了，谢谢月亮哥。我咋没中？丫头陪我，我还没让你陪我鱼呢，我的鱼你都没中着，哪那么有理呢，还让我陪？我不管啊，我反正我的鱼你没给中着，你想法得中一个，倒打一耙你。枯叶，技术不行，你非赖人家，那才不是呢。那他这鱼竿，他的鱼竿梗呢可能是抛的有点近，他再抛的远一点就好了，再远一点点就好了。嗯，来个是不是会好一点。哎呀，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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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斯菲红糖拿哥你可以开一个，真爱到期了，应该是到期了之后就不显示前面有个小牌牌，就写着菲儿了。可能你下料下的不足，你下10个人，你下100个人就好了。老大你一年都没有展示抽奖的那个，不行啊，我这技术不行，还差9个哈，加油。还差几个，还差几个啊，我快快快快快砍砍砍砍啊，召唤没过的兄弟们一定要记得把我们下方的真爱召唤过一过。
有三分钟，还有两分多钟，我们就差八个人我们就过完了，一共25个，加油哈，我们一起搭把手。好多的游客呀，还有游客大爷们呀，还有这个小哥哥们没有开通的，喜欢菲尔的没有开通的，我来检查一下有没有掉下来的这个真爱，重新开一下，一个月就开一回就行，千万别多开啊，就多开，就别多开，就开一个就好，一个月就行，还差7个，我们还有2分。开了吗？我看见了啊，开了开了，谢谢，速度速度速度。 Hello 马明先生，我看见你没有真爱啊，欢迎小马哥，放下小马哥。咱家兄弟们，我这块没登盒子，就看不着大哥进屋啥的。咱家手进屋能看见的话，完了就多欢迎一下，我看到了我就能看到了。你会抽奖？我会呀，我很厉害的呢。我有真爱吗？我看一眼。香源哥你没有债，香源哥你可以开一个。你有多少券啊？没事哥，我可以给你帮你抽啊。老厉害了。还有5个，加油，还有1分半的时间了，我们冲刺一下啊。三方没过的我们一起搭把手，谢谢我崔陀岁月哥。他会成功的避开所有的大奖，去，讨厌呢，万一我中大奖怎么整，缺能呢。还有1分钟了，我们还差5个，这是我们的第二波啊，第二波真爱召集了，加油啊，还差5个，没有开通的小哥哥可以帮忙搭把手，还有50秒了，就差5个人了，目标胜利就在前方。小哥哥们没有开的可以帮忙搭把手，我们进来5个人就够了，我有1万券，那我给你抽呀哥，还有30多秒，救命啊小哥哥，还有4个，还有半分钟，还有30秒，还差3个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别等别等，我们一起努努力就开完了哈，还有25秒，再来2个小哥哥，再来2个会员资深哥，还有10秒钟，再来2个就够了，再来1个就够了，再来1个小哥哥，加油 ，OK， 谢谢，过了过了，谢谢大家，感谢感谢，辛苦辛苦啊！我帮你抽呀，那咱俩这样。我要是不赔的话，那怎么办？我要是给你赚了怎么办？我要是给你弄赔了的话，我给你补上。我要是赚了呢？赚了咱就是见面分一半，好不好？清宝，你这太狠了啊，见面分一半就行了呗。我是一只北北的孤雁，从此不再留恋南方的誓言，我不会再为你不顾一切，我一瞅可是种过花的人呢，亏了我给你补上。等大哥回复，大哥再算。小算盘开始扒拉了。见面分一半，我这分一半得多少？没事，我就这样，见面分一半，就分你包裹里边的一半。我也不知道你包裹里有多少，就是有多少算多少。赚得刷给我，行，那咱俩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赚得刷给我呀。你这有点那不合适，那这个几率不公平，当然不公平了，
1万卷，那万一大多数的那啥呢？1万卷是，万一我要是赔了呢？赔了我得补上，赚了呢能赚几百个，不太公平。就这样吧，咱就是分包过来的一半，我要是赚了。完了，如果要是亏的话，我补齐。那你得让着我点儿啊。成交，来大哥，你那个啥，你把密码给我，那咱俩不得加个微信吧，对不对？这咱俩还差点呢，哥，咱家又不能私聊啊。胖胖，你把那个没事哥拉到底下去，密码你不要先加微信，对，咱得先把微信加上。要不然你得一步一步进行嘛。不用，大哥就千元宝我们就可以加微信了啊！我相信你，不用一点发言，没事儿。你要相信自己，万一你看大哥1万的卷能抽多少干货，包裹里还那么多，都讲好了，一半归我，咱不要轻头，就一半就行了，大哥答应了。今天上着我就一个保，我们就始终保个优秀就好。在打麻将呀？那不会，那个哥我不会呀。我过年打过，哎呀妈呀！我告诉你，我过年真打过，但是不行，那玩意上去就给你交那个啥，交学费呀。我玩那玩意不会算，就是胡了，我胡手里边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玩的什么样，胡手里了，胡牌，我胡没胡，也不敢周牌，怕炸胡包钱。完了呢，你给打出去了之后呢，你还赔钱。你胡到你胡的牌，你说你不胡，你打出了，你还得赔钱。就是不管你输了赢了，你都得赔人家。我就不玩了，我就给他们买点好吃的，挺好的。人家是有人代打麻将啊，那万一他作弊咋整呀？有人代打，我还先找我呢，找我这不行呀，那不在一个频道上。你那是炸呼，不是，我是就是。我就是中奖，不是叫中奖，叫搂宝了。完了搂宝了之后，我不知道他是宝，我给忘记了，就有点迷糊了打的。他不会算牌，我还得胡这个，我就有点就记不住了，我就记着胡这个。完了宝吧给扔出去了，完了之后你就还得一赔好几十。就我赔好几十了，我还赚好几百呢。大哥有女秘书打吗？应该是啊。真的点炮了吧？不是啊，那你看我炸胡好几把呢，我都赢钱了。那你说运气得有多好吧？不是，是朋友，真的，这里边有我小哥，那个玩的时候有我小，哎，不是有没有我小，没有我小哥，我都跟是老司机了啊，我老姥爷，二姨夫，老姨夫。好像是这几个人，完还有我，三家输就我一家赢。那我还点了，我还不光点炮，完了还炸胡，我还赢了好几百呢。你这么厉害吗？我不会玩儿。你说会玩谁能炸胡啊？炸胡一把，完还把宝扔了一把。因为啥呢？因为我们这边不可以有清一色的，就是我清一色了也得包人家。
炸呼我也赢呀，那我要我那我还搂着点呢，我最后一把我都没要钱。那你看，那我一靠听我就搂宝，一搂就好几十，一搂好几十，一坐庄都四五把桌都下不去。我真不会玩，我撒谎都小狗了，我真的不太会玩，就是掰轿吧，人家本来就是两边的轿，哎，我就不的，我就可能一头，敢说一万两万三万，我就胡三万。人说你把那个你胡幺三万还是幺几万了，那个你不就胡两头吗？不，我可犟了，我就胡一个，我就认准一门。你那宝是金的吗？一坐庄就搂宝，它就多呀，都是还宝夹呢，最大的呢。你别嚷嚷去，就自己家玩的那种，又不是那种什么赌博的啥的，不是那种的。但是就赢过那一回，剩下都输。我赢的都比较那个啥，你在你们那块叫什么呢？叫在你们那块赢的叫就不一样的牌，就满手都不一样的牌。完了单调红中，叫什么玩意？陪你玩的亲戚不急着，哎呦，我出牌可快了呢，我出后悔的我从来不往回滴了，出后悔就回去了，完了我还能抓回来。我是你个鬼，就那样似的，就那事，我就明明是赢的我都打出去了那种的，我还赢，主要是点儿好，就是你点儿好就是赢。亲戚没放水吗？没有，那都赔了。就是你玩的时候，就是你要是打错牌了，你不能拿回去的。哎呀，我一扔出去了，哎呀，打错了，拿回去吧。我说不用，我都这样式的。我就不会，就是像你们说的话，就一扣听了之后，就是赢好几个，我就会赢一个，我就认准一门，就是明明这个牌可以赢，我不会赢那个，我就会赢一个角。就是就相当于说脑瓜不会转弯的那种的，那是不会玩，对呀，所以说我不会玩嘛。就像我们这边的，就是你扣听了，你就可以看看左边的牌、右边的牌，但是有的是不让看的，有的是自己家人随便嘛。谢谢我青阳哥送来的钞票车，完了之后你就可以看，完了我看啊，我知道胡这个了，啊，哎，我说你不胡这个吗？你怎么又胡这个呢？完了他倒腾，完了就胡那个了，我也不知道人家咋胡的那个，反正就胡了。这是我看的话，那牌就是胡一张，人家看可能就胡好几张。话不多说，给我陈哥来首歌。我经常少排我自己就抓啥打啥。我好几年能玩一回半回的，没时间。欢迎温柔哥。沉迷，曾陪我幻想，情侣滴滴。
像是神花儿开正巧，只有花儿对着我微笑，像我的痴狂，像我的凄凉。开个百元榜，咱可不可以玩赖的？升段位，咱可不可以玩赖的？重来一个百元榜。也谢谢我龙兰哥，也谢谢我们的红哥送来的眼睛笑飞你们鼠哥，谢谢我温柔哥还有流浪哥。我可以玩赖不？笑哥送来的百元榜。今天鼻子不通气儿，就耍赖一回吧。完了没有凑百元榜，那我们就凑凑百元榜。想出去好像有点太不太好哈，等会儿，别笑，我醒出去，有点不太好，好了，这回好了，没了，非常好极了。生日段位兄弟们啊，完了正好帮你飞，我帮你飞，今天凑凑百元榜啥的，重新凑个百元榜，就今天格外的耍赖一回吧，味道好极了，一点儿不好，正常，好像你们小时候没踢了腿了这鼻子似的，老笑话我呢，怎么？嫌弃我干啥？其实你们没上镜头呢，你们上镜头你比我还那啥呢？哼！我不知道啥味儿的，你咋知道是咸味儿的？你怎么知道是咸的吗，猪哥？我不知道什么味儿的，我不知道。呀，这是连到咱家心爱了吗？哈喽啊！天哪，这是什么样的缘分？
好巧啊！你咋那么恩威老公了？没有关系，我为他们遮风挡雨。咱别唱了，我们等会儿唱吧。我总想给你们唱歌了，我得控制控制，我今天嗓子太刺挠了，可能一唱可能我就有点憋不住想咳嗽。谢谢我们的九幽哥，我几点睡的？我好像今天天亮了我才睡踏实。就一咳嗽难受，再瞅瞅，我加了一个美女刚刚。这个时候唱歌比较伤嗓子，那我们要不要来一个爱心小乱斗呀？你嗓子和我一样，抽颗烟就好了。那你这意思我抽少了是吗？我得多抽点烟的哈。这个命名都已经命名好了，爱心小乱斗，淑女的。乱斗的时候我也得唱歌啊，因为我也不能不唱歌啊，我就是可能一咳嗽什么的，我就鼻子有点堵挺，完了我还不能那个啥，我还不能踢了腿儿的，你还老嫌弃我。一条鱼卡黄吗？小哥哥，我们一条鱼卡不了黄，但是我们可以卡个会员。但是你可以那个啥呀，攒着一点，或者是，哎呦我的天哪，你们嘴太准了，谁说的？哇，莲娜师傅了，谁说的？你们的嘴太准了。Hello， 哎呀，今天好漂亮啊！啊，师傅晚上好。哇，师傅天天每天晚上都好美。你也是一样啊，今天感觉好不一样呀。好漂亮。这是烤货，你俩都是一样吗？晕了吗？就是烫个弯弯吗？什么？哦，对，烫个泡面头。是那种浪板吗？就是那种蝴蝶板吗？一圈一圈的那个，一个浪一个浪的。不是这个它，它是应该是小卷吧，就是这种样子的。这样一个浪一个浪的那种大浪。对，应该就是师傅说的那个蝴蝶板吧。我也不太懂这个。哎呀，好了，就不难为你了。今天师傅嗓子有点不舒服，你就多唱一会儿给大家一会儿啊。完了，那个你找一首歌，《大波浪》嘛。我也唱过，真是的，就是那个啥，就是没有那么长感。来吧来吧，唱首歌。完了，兄弟们喜欢我们家九儿，给我们九儿点点关注啊。好的，师傅。一首一开始说陪你到老的人，现在他还在吗？天空又飘起雪花，又想起曾经的他，曾经约好了一起相守白发，如今他又在哪？是谁说我是最美的花？是谁撩动过我的长发？如果我们的爱是风中雪花，能不能不要急着融化？总是想起你说过的话，才觉得自己太傻。是不是你忘了曾经的话，才会将我丢在天涯？
承诺总经不起风吹雨打，所以你才转身退下。你还记不记得我是你最美的花，还记不记得我的长发。如果有一天我已白了头发，你的誓言你还记得吗？这首歌的歌名叫一开始说陪你到老的人，现在他还在吗？哎，师傅，我就先唱一半。好，好，我就先唱一半。完了，谢谢大家。现在唱歌越来越有感情，又有那种味道了。嗯，喜欢的兄弟们给点点关注。你别唱一半的，你就唱完了，一会儿咱俩再聊。他们还没听够呢，你看九儿唱歌太好听了，好投入啊！来来来，接着唱，接着唱。嗯，喜欢的点点关注，兄弟们。嗯，好的，好的。来吧。是谁说我是最美的花？是谁撩动过我的长发？如果我们的爱是风中雪花，能不能不要急着融化？一开始说陪你现在他还在吗？是不是承诺总经不起风吹雨打，所以你才转身退下？你还记不记得我是你最美的花，还记不记得我的长发？如果有一天我已白了头发，你的誓言你还记得吗？是说陪你到老的人，现在他还在吗？是不是身边已有了现在的他，对他说了同样的话？如果我真的是你最美的花，你怎么能忍心退下？如果有一天你也白了头发，是否还记得种花了是吗？小本本记上，一会儿把我空哥抱上来啊！谢谢好嗨哥，谢谢谢谢，感谢大哥，谢谢成哥送来的飞机，欢迎我雪莲哥，也谢谢我啊花海哥，谢谢大家 ，thank you， 感谢兄弟们，谢谢。哇，你今天播了几个小时了就？谢谢，我8点钟才刚开播的。嗯，你要播到几点呀？你要是那个啥的话，你就少播一会儿啊。完了，我要播到11点钟。嗯，行，播到11点钟，加油啊！完了你就看自己的那个啥，哎呀，好眼力，必须的嘛！抱一下空哥，因为今天我是刚从那个小薇那里，小薇在镇上嘛，刚从镇上赶回家，所以就下午就播不了，只能晚上播。然后从明天开始的话，我们是下午1点钟开播，然后晚上8点钟开播。你的小体格能行不？我害怕你啊！今天两天你又掉了好几斤。可以，因为有我表妹在旁边。我表妹，你跟师傅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师傅你好。嗯，我说。因为怎么说，见到师傅有压力。就现在这个，到时候有时间可以展示一下，有时间可以展示，在他这个屋里边能跳开吗？嗯，等好了之后可以跳，可以跳点那种。啊、对对对，我忘记了，嗯，我忘记了，我这记性可不好。对你那个脚可能有点崴到了，昨天说是不是？嗯，是是是，脚上有点伤什么的，对，那你得养一阵。您就说伤筋动骨100天嘛？对对对，不得可能要一段时间才能给大家看表演了。没关系，等好了之后我会慢慢的、循序渐进的给大家慢慢的来。希望大家能够陪伴到我身体好的时候、腿好的时候，大家看到最精彩的我。希望大家能够陪伴啊。嗯，那。还有一句哈，你得把关注点上，要不然你看不着。啊，谢谢谢谢对面大哥关注啊，谢谢对面的哥哥，谢谢我师傅家的哥哥姐姐们给姐儿点的关注。
对，我表妹腿好的时候还可以给大家表那个表演那个胸口碎大石。嗯，对，胸口碎大石最好也表演不了。她这个女孩子像邓丽君有，哎，是有那么一点像。你要剪那个稍微短一点头发，确实有点像。我以前剪过的。嗯，剪过的。对，真的剪啊？你是剪她那个头发吗？她好像是那种到齐的吧？对对对，我就这么短，就这么短，我剪过。嗯，不行，照片估计那是扎不起来，是不是？就是短发了。也有，他剪这么短，慢慢的他就长长长长。有。好嘞，拜拜。哎呀，不像，每个人的审美和这个看着角度都是不一样的啊。谢谢我好嗨哟，谢谢我成哥。你有事的话，宝贝儿，你可以跟管理去说啊，可以跟管理去说，你加上他的微信就可以了。不要在这刷屏啊！哎，谢谢我们的好嗨我成哥，谢谢我花海哥，要花海哥破费啦！还有啊，好嗨我成哥，谢谢我们的清源哥，哎，谢谢我开心就好哥，以及我们的小壁虎，还有我们的灵儿哥，以及我们的没有名字的小哥哥，哎，谢谢我们的空哥，还有我们的水杯，以及我们的世界一方。咱俩都是一样病号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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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
Q， 感谢大哥，谢谢。撞了，没事没事，没有没有没有。菲儿姐家一直都很有量的，嗯。没有，我不一定有啥量的，就感谢大哥在还好，感谢大哥不在也完，也完。没有没有，真的很有量的，一直都很有量，嗯。好久没好久没有撞到你。要不咱俩玩个游戏啥的吧？可以啊，嗯。嗯，我看看，我放个音乐，因为我也嗓子哑。我鼻子也不是吧，我是感昨天是彻底不出来，说不出来的话今天稍微好点。其实我刚才想让你多唱一会儿的，但是你比我先说了。我们家兄弟们就笑了。谢谢。嗯，我看看，我来一个这个，来一个这个，是这个音乐吗？我不知道是啥背景音乐了呢，这个吧。Thank you， 那你先开，我接你的。什么游戏啊？就成语接龙吧。可以可以，好。嗯，就成语接龙玩吧。啊，大姑娘向外望。我说打把乱斗，他说随便打。我说我刷了10000多，算你狠。现在官方好声音咋的了？是那个大哥把那个名字写上。变了模样，为嘛我们要故作坚强？街边环保，那边工厂，烟头里的黑烟昼夜在排放。学校放假，心情胆爽，不知未来是否变得跟以前一样。匆匆的走在街上，有一些莫名的慌张。全民都奇形怪状，像外星人的模样。街边的坐坐楼房，披上了灰色的衣裳。全城都迷雾茫茫，我迷失了方向。
我感谢一下骑着马的兄弟们，谢谢大家 ，Thank you。每天眼妆，谢谢我们的美帅大哥，谢谢我无名哥，谢谢我菲菲哥，谢谢我一灯的心，还有花海哥，会更更完了可能会闪着，就这种动作有点危险，大家不要跟我学啊。哎呀，雪莲哥，你净整那个假不是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你就怕我看不见你，那特效呢定好点儿的，十五分钟一趟，十五分钟一趟的，欢迎师傅。成天到我这儿，完了想听歌，哎呦我不点歌，哎呦我没有礼物，完了上别人家咔咔咔的那酸那飞的，你看别说话了，别说话了。谢流浪哥送来的百元榜。危险容易闪哈，别跟我学。谢谢我们的数字哥，还行，我其实挺灵球的，就是那个啥，就是那个有点儿。就是脖子以上都挺灵球的，脖子以下都不灵球。在上面的，嗯，下了直播我就可以摘掉了。谢谢我壁虎哥。好，这个我就展示到这里了。新歌我真不会唱这个歌。快给我开新歌啊！嗯。雪莲哥是那人吗？应该不会呀，他就干他的事儿。来首歌，谢我七十连哥送来的守护。好家伙，你把外人把的扣，哎呀，别吵吵，这大哥没带着我自己刷掉。如果生命中没有你的出现，我想我不会那么孤单。如果人世间没有错误的缘，我想我不会狼狈不堪。说过手牵手肩并着肩，为何最后却各走一边？许下的承诺，泛滥的思念，难以形成，难以的纠缠。我的心像落叶一片一片，在风中碰撞，悬浮盘旋。回忆的画面，脑海里浮现，仿佛在我眼前。说非
飞龙哥来了，飞龙哥在哪呢？程璐老师找一下。如果一瞬间方向可以扭转，我想我不会留恋从前。如果刹那间可以一切重演，我想我不会彻夜难眠。说好一辈子相依相伴，为何最后却天各一边？蜜语和甜言环绕在耳边，仿佛你依然在我身边。绑掉了呀，嗯，那我们这样吧，兄弟们，别让师傅太破费了啥的，我就最后一把，完了，兄弟们给我整点散票，完师傅你说说他就行。这不还是吗？我不那我的意思就是别让师傅破费啥的，咱们就是以散票啊、咱们以散票打最后一局，完了百元榜咱也凑的差不多了。我们这样吧，我看看我差多少个百元榜。哎呀妈，这百元榜有点多，一个，我看我给你们看看百元榜还差几个啊？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四个，看看屏幕啊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九个，十个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三，十四，十五，十六，十七，十八，十九，二十，二十一个，二十一个，有没有报名的？不要瞎打字儿。对对，咱家直播间的尽量不要那个啥，不要打别人家的名字啥的。可能有的这个有的咱们可能不太知道，因为有的时候会就是咱家粉丝有的他不太喜欢，就可能就会也生闷气了啥的啊。就每家就基本上粉丝都是每家玩自己的都差不多，醒醒，都看看自己的榜在哪儿呢啊！我们要凑榜了。我不管，你就凑吧。哎呀，你别小瞧我师傅，今天他们都没上筋没动骨，你知道吗？他们都没动弹。今天属实大哥们太给力了啊！今天我凑了好多个那个啥，今天大哥挺给力的啊。我来个99，那你就差那一块钱了。主要他打一次，
不说他还说你他我来行，我先那个啥，我先记个名，我先记个名，看仔细啊、哦，那我没看仔细吗？啊、嗯，98，你就不能一会儿就凑个100啥的，你非得98，我就少唱一点歌，最后一把乱斗，我们尽量凑满。来，给大家放一个当下最火的一首歌，为铺垫为背景音乐。OK， 来了，开始报名。整两个呗，你报他凑98，我凑二，不行，那你俩分开了，你必须一个。哎、啊，我不打团儿，你就一毛发一毛，好好玩啊。你一凑榜的时候你们好好玩，嗯，好好玩行不行，老这么玩，有我们就有，没有就我们就气氛组的呗，嗯，20个蛋糕 OK， 谢谢我啊，过路哥啊，过路20组还20个万一出呢，我先记上，嗯，过路哥，嗯，等会打字有点闷啊、哦，过路哥 ，OK， 你们都给我复制上了，一会儿，行，我打上了，已经打上了，路过吗？是路过吗？啊，那我调过来，我还好，这回对了吧？这回对了吧、嗯、开始了，一个，我们目标20个啊，目标20个，我相信可以没问题的，来了我来，大叔，谢谢我大叔，谢谢，好嘞，我大叔2个，加我一个，我记上你了大叔，谢谢我大叔，欢迎没事哥，一会儿我还接着给你抽奖啊，嗯，加我一个，我加上了大叔，嗯，老大，我去把那只狐狸射起来，哪个狐狸？情商哥20个，那有可能就中奖了呢，情商哥，我先记着，万一这有可能就是百元宝，我告诉你，2哥1个，好嘞，2哥1个，哎呀，多快，来。你们笑什么呢，搁那儿，我说啥说错了，我就关注你啊，谢谢素颜哥，那你把关注点好了哟，报一下好吗，报一下没事哥，加油啊，还有没有报名了小哥哥，啥，我有小本，我又打错啥了，一眼能唱成狐狸啊，那是看错了，俺凑一个，谢谢老四哥，好嘞，老四哥，我打字有点，你别着急啊，我这么给你看全了，这样的，你们别着急啊，老四哥，好，铁钉哥一个，铁钉。铁钉哥，好，你这是干嘛，我再测测百元榜最后一把，嗯，老大，我去把那只不愿射下来再读一遍，那我看错了吗，那不真是的，嗯，海蓝哥一个，西瓜哥一个，海蓝蓝哥，西瓜，西狗啊，狗狗哇哇，西瓜哥，嗯，一个两个，啊，蓝海哥啊，蓝，我又给你打错了，蓝海哥，你又给你感觉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小粉逼又丢面了啊，欢迎青年哥，你这读的颠倒，读的还挺顺溜，欢迎哥，你要不要整一个？
好嘞好嘞，哎呀，写好了，真是难，行了，你纸都写错了。嗯，我是素颜哥，我知道啊，火焰哥算你一个哈，火焰哥，火焰哥不能打错，嗯。众筹多少个？20个委员吧。烟雨哥，你要不要整一个？素颜哥要来一个？素颜哥要来吗？他说了吗？素颜哥。啊，不对，素颜。那素怎么打了？素意。嗯，嗯，好。我这键盘不太好使。好，三国和一个，三国和，嗯，国，三国歌吧。10元的就不报了，10元的赞助啊，10元的也得赞助，就是刷100吗？对，你们可以把棒棒糖调成1000个棒棒糖，嗖一下就完事了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九个，十个，11个，再来9个，我一个，烟雨哥，谢谢我烟雨哥，烟雨哥，哥，一个，好嘞，丫头不要开始，丫头不开始要睡觉了，哎呀，再来8个就够了，键盘不太好使，等我到时候换一个好一点的键盘就好了。还有没有小哥哥了？咱家的，你们也可以刷赛车卡或者刷什么都行，最好就是刷棒棒糖，这样比较准。有可能刷赛车卡就哗就中一个花，也没准。100蛋糕，谢谢我忙碌哥，忙碌，我打字有点慢，嗯 ，OK， 再来7个。陪你5年了，烦死了。咋的了？陪我5年，你就烦死了？干嘛呢？一件一件给我们再凑个百元榜，我们还差7个百元榜就完了。7个，你要整一个吗？就是1000个棒棒糖，就是报名的话，我们1000个棒棒糖。我开个乱斗，就我们上个直接上个分，我们就结束了，我们就百元榜就凑完了。我都6年了，更烦。可以抽奖吗？大海哥可以呀、啊，你可以刷66，刷18组66，也可以抽奖的，但是不一定上榜100，有可能赚。给一个人刷吗？给我刷呀！你们别着急呀，别着急。我6年了，我不敢发，去，那可不。先斗一把。那应该差不多，有的默默的不吱声啥的，有可能。OK 了，啊，先大概送的，没事儿，大哥，那大哥唱首歌，咱就休息啊。外边雨淋湿我的心，不怪岁月蹉跎你的情，纷纷扰扰走过这一程。您说有了得。咱得不能打赖，红花成风，如今我们早已经不同，还有什么值得爱歌颂？那些花灯初上的霓虹，还会不会有你的笑容？这有风险，主要是
那些花灯初上的霓虹，还会不会有你的笑容？清风随浪吹动听，唱的是爱的声音，唱的是我的真心，唱的是你的无情。清风随浪吹动听，那些爱刻骨铭心，点点滴滴在心中一深深的烙印我心中。电报了，好，是不是亲的？都是亲的，哪有厚的？都这么晚了，都剩下的指定是亲的呀。喝鱼汤对嗓子有好处，一定要把刺儿挑出去啊、哦！好了。今天我们就要到这里了，再次感谢几位大哥，谢谢厚道师傅，谢谢没事大哥。那我们看一下啊，那我们要感谢一下我们的本场贡献啦。好的。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三哥，谢谢三哥，也谢谢没事大哥送来的万元宝，也谢谢我无名哥，谢谢师傅，谢谢我花海哥，还有好嗨哟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我成哥，好嗨好嗨好嗨哟，也谢谢我们的红红，也谢我们的上将军，还有菲菲哥、相识哥，还有一灯的心，也谢谢我们的安心，还有二哥，还有我们的杀手，也谢谢九一哥，还有空哥，还有烟雨哥，还有往事哥，也谢我们的花朵哥、忙碌，以及我们的流浪，还有我们的老四，还有情缘哥，还有不太冷，以及我们的 M 哥，谢谢我们的温柔哥，还有我们的董先生，还有佳乔，以及我们的非你莫属，还有我们的庇护哥，还有七姐，还有西瓜哥、对半哥、山清水秀哥，以及我手机控哥，还有孤独哥，以及我们的火焰哥，也谢谢我们的机器猫，还有我们的圣哥，谢谢我们的大叔，还有丁丁，以及我们的马家哥，还差一点点我们也百元榜了，其实百元榜也不差多少，还有晨晨，以及一气哥，还有陪伴哥，没有名字小哥哥，谢谢苏福哥、彩桃哥，还有我们的海蓝哥。老大，我失恋了，我可不可以点首歌？你咋又失恋了呀？你说吧，我给你唱。你说吧。失恋不挺好的了吗？你。